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跟各位同学介绍不动产厂房及设备资产的构建跟处分。那么我们上次呢，分按照不同的取得的方式呢，跟各位介绍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各位介绍的是受赠资产，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不动产厂房设备呢是别人送给我们的，那么免费赠送给我们的，那我们怎么来处理哈？那么这种别人会送给我一个公司资产的话呢，一般来讲大概在私人之间呢大概很少发生哈，所以会有这种情况的都是政府来补助或者是捐赠给私人的企业，那么会比较多一点。所以我们的会计准则公报呢也只有一号的公报规定呢政府补助或者是辅助的这个会计处理，至于对私人之间的这个补助或辅助或捐赠的话呢，它就没有特别的规定啊。那么基本上如果没有规定的话，我们还是可以适用它哈。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跟各位来介绍政府补助的这个捐或者是捐赠的这个它的认列、它的会计处理，包括两个，一个是认列，一个是它的表达哈，这个这两个东西哈。那政府为什么会补助企业呢？多半都是因为它基于国家的经济政策啦，或者是社会政策啦，鼓励我们的企业呢去做哪些个工作。那么这些工作的话呢，其实如果你不补助它的话呢，企业是本身是不去做的，因为他觉得不合算啊，所以呢你必须要补助给他哈。那么所以呢，这是会发生这个政府补助的原因哦。那我们现在看看政府补助的这个认列。基本上呢，我们把政府补助呢分成两大类，一类呢就是跟政府资产有关的补助，哈，就是政府呢与资产相关的政府的补助，它的认列。如果政府补助是直接把一个固定资产送给你，或者是把一笔钱送给你，说，哎，你指定你要去买哪种资产喽，来运用哦，因为我希望你去买那种资产，比如说呢，请补助一个医院呢去买它的医疗设备啦，这个提供给我们的这个老百姓呢，这个就医的时候呢可以更能够。这个检查的这个更精细一点哈，那么我就补助给你。这个时候呢，我们怎么去认列呢？第一个呢，要在你符合政府条件的时候，第一个要政府可能要附有条件喽，这些条件你都能够达成了。第二个，你预期可以收到政府补助了，在这个时候呢，你才能够认列这笔补助。那么怎么认列呢？基本上是用公允价值，用这个资产的公允价值呢，借记这个资产。然后贷方，我们不是有个补助收入吗？这个补助收入的话呢，你不能够认列做当期的收入，要按照这个资产的这个消耗的期间，比如说它是一个折旧性的资产，那你呢可以用十年的话呢，你这个补助呢就全部按照十年来摊销掉作为收入。那在开始的时候作为递延捐赠收入或者是递延补助收入啊，就是与资产相关的。如果像补助土地，它根本就不会折旧的话呢，那我们就看到他有没有附条件，说有，他希望你呢在上面盖工厂，我再捐你一笔地，那你要盖工厂哦，雇佣我的员工5000个人，这个时候呢，你这个捐赠的收入呢就把它递延，在这个你盖好这个房子的剩余的年限折旧年限里面呢，去按照这个比例呢把它摊销转入这个捐赠收入啊，就是与资产相关的补助。第二类是与收入相关的补助，就是补助你的费用，补贴你的费用。那我举个例子来讲呢，比如说在早期啊，我们华航呢这个载了一个国旗哦，华航的飞机都有国旗哦，那政府呢希望它全球能够飞航，把我们的国旗呢全世界绕，可是呢都亏本啊，这个搭乘的人不多啊，政府说没关系的，你去飞，然后呢你亏多少我就补助你多少，这个叫什么呢？就是与收益相关的补助。这种与收益相关的补助呢，我们的处理怎么处理呢？第一个，如果这个费用它补助你这个费用呢已经发生了，那你这个收益呢一收到的时候呢就列为收入。如果这个费用还没有发生，你下年度才会发生的，你就把它递延，在等发生的时候呢，按照发生的比例呢，把它认列为我们的捐赠收入。好，所以处理呢就这么简单。好，这是关于这个认列。第二个呢，政府补助的表达，就在资产负债表上，我们怎么表达呢？表达的话也是要两种方式哦。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资产就入账喽，按照公允价值入账喽。好，如果是资产的话，那么递延收入的话呢，将来不是会转成
这个地人说我要把它列为负债呢，还是列为资产的抵消呢？两种都可以，但是你要一致采用。你把它列为负债的话呢，将来它摊销的时候转入损益表的收入；你把它作为资产的抵消的时候呢，将来它摊销的时候就作为折旧的减少啊，抵消这个资产折旧减少。这两个资产跟负债的跟损益表的这个表达要一致哈，这是在表达上面哈。那跟收益相关的这个表达呢，收益相关的只有一个递延的科目了哈。如果还没有实现的，就递延的科目。那么将来摊销的时候呢，转入收入，单独列为收入，它没有费用可以抵消，就不抵消了，直接把它当做收入哈。好，这是它的这个补助的处理。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一个例子哈，就是资产相关的补助怎么做。好，我们这个亚太医院呢，接受政府补助一台核磁共振的造影的机器呢，那个相当贵哈，一台呢，它的公允价值是1000万，政府就送给他了。然后呢，估计耐用年限呢是5年哈。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收到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刚才讲过咯，要把它做递延收入哦，然后分5年认列，这个机器也要分5年摊销，好，5年摊销。好了，这个你看到在7月1号的时候，10年7月1号，我们接受的时候借不动产、厂房及设备、医疗器材，好，1000万块钱，然后贷呢递延收益啊，贷递延收益1000万块钱，好，不能够把它贷收益哦。到12月底的时候呢，我们要提半年的折旧，因为它那个年限5年咯，所以一年呢要提2000万啊，你提200万啊，因为只有半年，所以我们提的是100万的折旧，借折旧费用贷累计折旧，好，100万，好。然后呢，这个同时呢，把这个1000万的递延收入呢，也等比例的转到收入里面来，借递延收入100万，好，贷递营业外收入，好，这个100万。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把这个5年之内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全部把它摊销完，哈，这是这个补助的部分。那个递延收益转入收入的时候呢，那么如果是你把递延收益列为负债，那个收入就要列为收。营业外收入，如果你把递延收入跟资产抵消掉，那个营业外收入呢，就要跟累计跟折旧费用呢抵消掉哈，这两个要配合起来。好，以上是捐赠收入的这个处理。接下来我们跟各位介绍一个非货币性资产的交换，叫做 non-monetary transaction of assets 哈，非货币资产交换就是以资产换资产。啊，不付现金，或者是只付那个零头的现金找补，为了使得公允价值相等，我补贴你一点现金，或收受你一点现金的找补，那么那个还我们叫非货币性资产的交换。那么企业呢，偶尔呢会有这种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呢，比如说用汽车换汽车啦，用机器换汽车啦，那么是用这个观光饭店呢，比如说互相交换啦，这个都有的哈，我们都把它统称为非货币性资产的交换。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种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会计这个认列的这个原则哈，认列跟衡量的这个准则，怎么去认它？如果有非货币资产交换的话，怎么认列呢？怎么衡量呢？那么基本上呢，企业的非货币资产的交换呢，应当以公允价值啊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就是原则上以那个公允价值喽作为换入资产成本。如果你为了还必须要加上其他的费用的话呢，比如说税啊、税捐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把它加入哈。以公允价值跟换出资产账面金额的差额呢，计入当期的损益，好，这是原则了哈，这个是原则。然后呢，下列情形的时候呢，都例外喽，应当以换出资产的账面金额，就不按照它的公允价值喽，也不计算它的损益喽，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呢，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不认列换出资产的损益。那么哪些情况呢？我们总共有2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这项交易呢缺乏商业的实质，没有实质的商业意义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认列交换出资产的损益。第二个呢，虽然有实质的商业的实质啦，但是呢，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都没有办法可靠的衡量，两个都没有办法衡量，那只好呢用账面金额喽，这是不得已的做法哈。好，这是它的基本原则。那如果我们说有公允价值可以用的话呢，那我们公允价值选择的顺序怎么样？我们也来看看这个公允价值选择的顺序哈。基本上呢，按照下面的顺序，第一个呢，换出资产、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都能够可靠衡量的时候呢，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做标准，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更客观明确的话呢，我们才用换入资产，否则的话呢，原则上用换入资产哈。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仅能够可靠衡量换出资产的时候呢，那没得选择，你只能用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作为成本，换入资产成本跟处分的损益的计算的基础。第三个，只有换入资产能够可靠衡量的时候呢，那就用它做标准。好，这个顺序呢就这么简单。好，我们这边呢稍微休息一下好了哈。好，刚才跟各位谈到这个商业实质，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非货币是资产交易有没有商业实质呢？就是它的判断的基础是怎么样的？这个很重要哦，因为基本上呢，这个关键会相当非常大。我们的换出去的资产呢，要不要计算损益，就完全决定于我这个交易呢到底有没有商业实质。那么所谓的有商业实质或没有商业实质，怎么说呢？简单的说了，就说你换这个交换的话呢，会改变你原来的情况啊，而且有蛮大的改变。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它有商业实质。但是这个说很笼统，对不对？什么叫会改变？换出去的跟换进来的那个完全不一样，哈，这个差异还蛮大的。到底差在哪里呢？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标准来告诉同学，告诉大家说，哎，这个才叫有商业实质啦，对不对？好，我们就来看看那个判断的标准怎么列的哦。啊，第一个呢，非货币性资产呢，如果符合下列的这个资产交换哈，如果符合下列一跟二两个条件，任何一个就可以喽。而且呢，符合第三个条件的话呢，那么它就有商业实质。换句话说呢，一加三或二加三都可以哦。那一是什么呢？一是换入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形态，哈，这个什么叫 pattern 这个形态哈？什么叫现金流量形态呢？它是指现金流量的风险，到底能不能收到那笔现金，有没有把握？时间什么时候可以收到？年初吗？还是年底？还是年终？还有金额，总共能够收到多少现金？这三个呢，都叫做现金流量的形态。我们的换入的资产呢，这个形态呢，跟换出资产的形态呢，有重大的差异，这个不同了哦。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条件呢，就是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在企业经营活动中所产生的使用价值，这个我们把它叫做企业特定价值不同，所谓的 specific value，firm specific value 哈，或者是使用价值叫 value in use，它使用它的这个价值喽。那么专属于这个企业的，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企业特定价值，这两个不同。啊，第三个条件，上述一或二就是这个现金流量的这个差形态。或者是呢，它的使用价值呢不同，不同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差异啊，相对于所交换资产的公允价值呢，系数重大。比如说呢，你这个公允价值呢，总共就是一百万，哈，总共就是一百万。然后呢，这个差额差到50万或40万，哦，那就太大了，对不对？然后呢，这我们就说呢，这笔非货币性资产的交换呢，具有商业实质，有它的这个意义。所以呢，我们的换出去的资产呢，就要认列它的这个处分的损益，或者是交换的这个损益，哈，好，那上面呢就跟各位提到，我再补充一下，什么叫 firm specific value，什么叫使用价值，哈，我们买一部机器过来，这个机器如果是一百万，每一个人都可以买到一百万，但是呢，甲公司买去以后啊，因为它的经营管理非常非常强，非常能干，它可以创造120万的使用价值，未来的现金流量把它折算到现值是120万。乙公司买进来的话呢，它没有那么好的这个资产的组合来搭配，或者是呢，管理团队没有那么能干，销货呢没有那么强，所以这个机器呢只能产生110万的这个使用价值。那么这个呢，因为各公司不一样，所以我们把它叫做 firm specific value，叫做企业特定价值，好，就是使用价值喽，好，就是跟各位特别说明一下，如果换出去的跟换进来的，那么这两个资产呢，它在对企业来讲，它的使用价值会有很大的差异的话呢，我们说这笔交换的话呢，具有商业实质，好，商业实质，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跟各位就要举个例子来看看，我们举一个有商业实质的跟没有商业实质的哈，先看非货币资产交换具有商业实质，不涉及现金补价的。啊，不涉及现金补价的呢，我们来看它的这个例子哈。好，这个假定说华谈公司呢以共出售的存货汽车，那么来一辆呢，注意哦，它既然是共出售的话呢，表示它是汽车的经销商，所以它的存货或者是汽车的制造商，哈，
所以这个汽车呢是他存货哦，不是他的不动产厂房设备哦，一辆。来交换南洋公司使用中的机器设备一台，南洋公司呢，这是它的固定资产啦，机器设备一台哦。那么存货的账面金额是70万，汽车呢，它的制造成本或买进成本70万，它要卖的价钱呢是80万，但是另外还要再交5% 的营业税，这是我们政府规定的喽。哎，所有销货的话呢，都要交5% 的营业税哦。啊，这是关于这个汽车的部分。好，我们再看看另外的机器设备呢的这个成本呢是120万。在交换日的累计折旧呢是30万，所以它的账面金额呢是90万，120减掉30嘛是90万哦。那它的公允价值呢也只有80万而已，换句话说呢，它有处分损失10万块钱喽。哎，因为账面金额是90万嘛，公允价值只有80万嘛啊。哎，但是呢，南洋公司呢还必须要支付机器的运输费，送去给人家。他付了1万块钱，这个也要加入他的成本喽，所以他的损失呢会更大，不仅是10万块钱的损失，他会损失11万哦。好，我们来看看呢，这笔交易交换交易怎么做分录啊？怎么做分录？好，这个华南公司呢，它应该借不动产厂房及设备、机器设备换入来的哈，它的成本呢，它的金额变成84万，为什么是84万？它换了一部汽车喽，它的公允价值是80万，加上相关的税费，各位有没有注意到？相关的税费呢，4万块钱，5% 嘛哈，所以是84万。它要代销货收入80万，代销项税额这个它要交给政府的喽，营业税。啊，4万块钱，好，同时呢，他要认列销货成本，借销货成本70万，按成本贷汽车、贷存货汽车，啊，70万。那么南洋公司的话呢，他应该借不动产厂房及设备，啊，运输设备换入的设备，按照80万来确认公允价值。然后呢，他把原来的机器的账面金额冲销掉，借累计折旧不动产厂房及设备换入30万块，把它冲销掉，哈，然后贷不动产厂房及设备120万把它贷掉。这个差额还要带现金1万块钱，他付了1万块钱的现金出去啊，做搬运的费用。所以呢，这个借贷方的差额呢，就产生了11万的差额了。这个就是处分资产的损失啊，11万。那他呢，借记处分资产损失11万。好，这是关于这个具有商业实质的非货币性资产的交换汇分成。这里面的话呢，因为它的公允价值相等，所以没有互相找补哈，没有互相找补哈。那我们这个处理呢，就是每各方呢按照它的这个公允价值加上相关的税费来入账哈。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不具有商业实质的，但是这个时候呢，因为公允价值不相等，所以呢必须要有现金的找补喽。就是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具有商业实质，但是公允价值呢能够可靠衡量，因为所交换两方的公允价值不相同，所以呢就必须要有找补啦，涉及现金的补价啊，涉及现金补价。那么这个呢，我们来看看这个例子哦，启达公司在台北有一家5星级的酒店哦，相当高级的，对不对啊？来交换东兴公司呢，它在高雄也有一座这个5星级的酒店，结果他们两个呢，决定相交换的这两个酒店呢，等级相同，客源也相同。然后呢，还有一个，因为等级相同，客源相同，现金流量的形态呢也大致相同。为什么呢？因为客源决定现金流量。如果这个酒店呢专收观光客的话呢，跟一个酒店呢是专收商务的旅客、商人这些买这个营业的这个 buyer 哈，业务人员。这两个的客源不同的话呢，它的现金流量的形态就不会一样。那现在呢，因为两个公司、两个酒店的客源呢都相同，所以导致第三个现金流量的形态呢也大致的相同。所以我们就可以确定说什么呢？确定说这两个交易的话呢，不具有实质的意义，不具有商业实质哦。不具有商业实质的话，就不能按照公允价值入账了，对不对？就要按照它的账面价值喽。好，我们来看看哦，启达公司台北酒店的原成本是6亿，它在交换日呢已经计提了累计折旧1亿2千万，然后呢还有累计减损8千万，所以它的账面金额呢实际上只有4亿哦。好，6亿减掉1亿2千，减掉8千就4亿，但是呢它的公允价值呢有4亿2千万。换句话说呢，有减损回升了2千万喽，但是它不能够按照公允价值2千万来入账，它只能够按照4亿啊账面金额来入账啊。这是启达公司。好，我们再看看这个东兴公司高雄的酒店呢，原成本是4亿6，然后呢，
交还日历累计折旧八千万，所以账面金额呢是3亿6千万，但是呢，它的这个公允价值呢也是4亿啊，所以东兴公司呢要另外支付给其他公司2000万，因为它换进来是4亿2千万的公允价值的啊，而换给人家的是只有4亿，当然要补贴人家2000万喽。好，我们来看两方面的记录啊，这个记录呢，这个是这个我们这个其他公司啊，其他公司的话呢，它借不动产、厂房及设备，好换房屋设备，好换入的是3亿8千万喽，3亿8千万哈，按照它的好，然后呢，借累计折旧不动产、厂房及设备换出去的，把1亿2千万的这个累计折旧冲销掉，把8千万的累计减损也冲销掉，好，然后借现金，他收到2千万的现金喽，哎，然后呢，贷掉他的不动产、厂房及设备6亿，全部把它贷掉，好，本来他的账面金额是4千万的喽，4亿啦，为什么不用4亿呢？因为人家给他2千万的现金，所以他这个只能按照3亿8千万来入账啊，就是这样。好，我们看东兴公司的话呢，借不动产、厂房及设备、房屋，好，按照4亿来入账，好，借累计折旧，好，再借8千万，然后呢，贷不动产4亿6千万，好，然后呢，贷现金2千万。他的换日来的话呢，是以他的3亿8千万的账面金额，这两个加起来哈是3亿8千万喽，账面金额加上2千万的现金，达成了4亿的这个金额哈。好，这是双方面的入账的这个基础呢，大概是这样的啊。接下来呢，跟各位同学来介绍不动产、厂房及设备入账后呢，我们怎么去衡量它。也就是说呢，当我们把这个不动产、厂房、设备已经入账喽，然后到年底的时候呢，我们用什么的金额在我们的财务状况表上面把它表达出来。好，这个呢，基本上我们所有的不动产、厂房及设备呢，应该选用成本模式或者是这个重估价模式呢，作为它的会计政策。啊，企业呢只能够从这里面呢去选择，你可以选用成本模式，或者是选用重估价模式呢，作为你的对于不动产厂房的这个设备的会计政策。那么选定了以后呢，就要一贯的采用哦。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不动产厂房设备都要选用同一个模式呢？不一样，你可以把运输设备全部用成本模式，房屋设备全部用重估价模式，可以的。那就是同类的不动产厂房设备呢，要用相同的模式，不可以用不同的模式。不同类的不动产厂房设备呢，可以用不同的模式。好，什么叫成本模式？我就跟各位介绍，所谓的成本模式呢，就是按照购入的成本或取得的成本，永远摆在那边不动啊。然后呢，我们计提累计折旧，计提折旧在它的估计耐用年限里面选择一个折旧的方法，计提折旧。如果有减损的话呢，还要计提减损损失。所以每期年底的账面金额呢，就是它的原成本减掉累计折旧减掉累计减损，这三个加起来它就是它的账面金额喽。这是成本模式。什么叫重估价模式呢？就是每年底的时候呢，按照它的公允价值来重估，把它的账面金额呢调整到公允价值，这个叫重估价模式哈。它的账面金额呢都等于资产负债表日的公允价值，这个叫重估价模式啊。那么采用重估价模式的时候呢，我们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重估价日我账上的累计折旧或累计减损怎么处理啊？重估价日的累计折旧的这个处理，我们基本上呢要有两个方式来处理哈。一个呢叫做等比例重编法哈，叫做 restatement proportional restatement 等比例重编法。那么另外一个呢叫做冲减成本法哈。这个等比例重减法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给各位说明就知道了哦。某资产在重估价日的原账列的金额呢是成本100万，然后呢累计折旧40万，它的账面金额是60万。重估以后，假定重估价日该资产的公允价值是72万，它的账面金额是60万哦，它的公允价值72万，所以呢是目前的账面金额的120%，好，120%。那么怎么办呢？如果我们用这个等比例重编法的话呢，把成本跟累计折旧呢都乘上120%，得出重估价的重估的成本是120万。你看100万，然后乘上120%，等于120万。60万、40万呢，乘上120等于48万。120万减掉48万，等于重估的金额72万。
啊，七十二万。那么这个呢，就叫做等比例重编法，哈，叫等比例重编法。好，那么这个等比例重编法呢，通常用在按照物价指数来生算的这种方式呢，会比较多一点哈。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冲减这个成本法，或者是消除成本法。我们来看看这个消除成本法的话呢，怎么个消除法哈？那么消除成本法的话呢，就是把累计折旧跟不动产、厂房、设备的成本呢对冲啊，把它对冲。那我们借累计折旧不动产、厂房及设备40万，然后贷不动产、厂房及设备40万，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账面金额呢就变成60万了。好，然后呢，再把那个账面金额60万呢，把它调整到72万。就是承认重估价的增值，好，这是两种方法哈。好，那这是关于这个重估价日，通常是在年底啦，或者是之前一个月都可以啊。哎，这个重估价的时候呢，我们账上已经有的累计折旧或累计减损的话呢，怎么处理？就用这种方式把它消除掉哈。好，那么我们采用重估价模式以后呢，重估的时候会有增值或减值。那么同学注意。国际会计准则的规定呢，很奇怪的哈，这一点呢，让人家觉得有时候觉得不太合理的哈。增值的做法呢，跟减值的做法不一样。如果是重估增值的话呢，我们来看看重估增值怎么做法哈。如果是重估增值的话呢，其公允价值高于账面金额，那就是增值喽。应将其账面金额呢，调整到公允价值，调整到这个重估的这个价值，就公允价值了哈。那个就是差额呢。其差额直接代记重估价盈余或重估价资本公积，不得计入当期损益啊。这个呢，这个重估价盈余也好，重估价资本公积也好，我们都把它叫什么呢？叫做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叫其他综合损益的一种哈。它直接列入股东权益喽，不列入当期的损益哦，不作为损失，不作为利益哦，列入好。这是这个重估的结果，我们来看看。这个如果我们采用等比例重编法的话呢，它的分录是借不动产、厂房及设备，啊，这个20万，啊，20万哦，把它调整到20万，累计折旧也要动啦，动8万，贷累计折旧不动产、厂房及设备8万块钱，差额呢叫做重估价盈余或重估价资本公积，啊，12万，好，如果用成本消除成本法的话呢，就借不动产借累计折旧40万全部冲掉喽。贷不动产、厂房及设备本来应该贷40万，啊，贷40万的啦，然后再借12万，然后贷重估价盈余12万。我们现在把两个分都合并起来，就直接贷不动产、厂房及设备28万差额，然后呢贷重估价盈余12万，啊，那么这是它的这个处理方法。好，那如果是有这个重估价，如果账面金额高于这个低于不是高于它的公允价值发生损失了，叫重估价损失。好，重估价损失的话呢，怎么办呢？直接计入当期的损益，借记资产减损损失，然后呢，贷这个我们的固定资产、我们的不动产、厂房及设备，或者是贷累计折旧啊，就是这个重估有减损的时候呢，跑到损益表去；有增值的时候呢，跑到股东权益去。各位有没有觉得这个是不对称的做法？对，那么不对称的做法的话呢，也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还受到那个保守主义啦，或者是稳健原则的限制啦，说哎呀有利益的时候还没有实现，我们就不要承认它吧，就把它转到股东权益去就好了。那么有损失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就要认列喽，啊，因为这个方法呢，所以才会导致于我们有不对称的这个做法哈。好，今天我们就跟各位同学呢就到这里，下次呢再跟各位继续来介绍有关这个不动产、厂房及设备的会计处理，谢谢。